断你心中悲愤的勇敢。我要你从现在起笑的灿烂，爱的狂热，来这 fire。有头帽子好累病，让我心疼的要命。伤心又是何时，伤心只能自己笑。爱感觉曾经让你快快放一切过去，快让它过去。谢爱吧，让我扛下你的忧伤。就谢爱吧，用我补上你的遗憾。伤口的眼睛光光 ，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爱是你心口的痛 ，Break it down。就算曾经因为寂寞而去错爱，又何必因为错爱不再期待？苦自己独自难免别人离开，绽放自我，还是烟火。受着勇气抛开负面情绪，相信你就是独一无二的，你是最耀眼的明天。宝贝乖乖 You the one one， 心不再畏惧，爱就会继续。先爱吧，青春挥霍将会不在，就先爱吧，别让等待有时无奈。 Break it down，装的双出光光 ，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爱把你眼中的泪 Break it down。我们都曾为爱情受伤，孤独看着整个世界狂欢，但我明白我需要不失去爱人，勇敢地走出来。我将会不在，就先爱吧，别让等待有些无奈。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爱将你心中的双出光光。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爱把你眼中的泪。Break it down，Break it down， 让我有些容易。Break it down。张开手拥抱我无尽的爱 ，Break it down， 别放弃，要让自己有个快乐，绽放自我，爱是烟火。榜上榜七冠王 Special 带着最新单曲 Love Killer 回来了。这次不止发行新单曲，还加入了三位新成员，让本来就声势浩大的 Special 更加壮大。今天他们带着超高人气来到欢乐研究所进修音乐，焦教授会教他们什么样有趣的课程呢？同学们现在就跟着 Special 一起上课啦！欢迎来到欢乐研究院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课程非常的好玩啊，希望我们的同学没有半个到，教授我在啊。哎，班长，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这一班呢，最近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，他们要来进修的，因为他们其实呢，已经算是非常火红。真的？好，我们这个班呢，每次来的学生都是赫赫有名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今天来的这一组人是一团来的，是吧？是没错，一团来上课，但是也不能迟到啊！你看看，铃声都要响起了，帅哥啊，是不是迟到是可以原谅的？是是是是是，怎么没想到这些同学一进场的时候有这么多鬼吼鬼叫的声音？哎，怎么那么多隔壁班的女生？你们今天是来看谁的啊？有眼光，有眼光，这一看就是一组非常优秀的团体。那今天我们上课呢？这个 special 这一组人八个人非常优秀，但是我印象当中 special 本来好像不是八个人嘛，谁可以来解释一下？来，洪正，原本我们变了蛮多次人去的，其实第一代是几个人？四个，四个人。第二代呢？后来加了三个，变七个人。现在呢？
再加了三个，哦，所以现在是十个，对，啊，现在明明就坐在这里八个啊，有两个还迟到，还在路上是不是？前面已经够晚了，还有两个还没到啊？哦，对，因为他们就是有任务在。太过分了！今天我们就从新同学开始认识，丰田同学在哪里？好，请出列。好。田同学你好，高帅哦，哎哎，你出来干嘛？就想要跟一些帅哥站在一起。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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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欢迎欢迎欢迎哈！你叫做丰田啊？哦哦，哎，你讲话怪怪的，啊，听不懂，听不懂，哦，听不太懂，听不太懂，日本来的。对，是日本朋友吗？是的，他是日本来的同学。日本来又叫丰田，这个要尊敬。那卖车子卖这么多年，家大业大，另一个丰啊，以后请打八折。是 Toyota 那个丰田吗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丰田的丰是台风景的风，是风景的风，是台风风景的风，台风跟风景是同一个风啊，你搞不清楚吗？那丰田的田是哪一个田呢？田园的田，哎，他中文不错。我以前碰过一个日本人，以前我碰过日本人的中文很烂，就来发展。哎，我是丰田，哪个丰？丰田的丰，哪个田？丰田的田，有讲跟没讲一样。好实在。你要加入这个团，你压力很大。他们几个已经很厉害，你有什么才华 ？Talent。嗨。嗯。你撒什么娇啊？哎呦，我都融化了，班长。太可爱了吧！他刚刚是在他嗯，就算没有才艺也原谅他。这个算不算才艺呢？算啊！拜托，这谁不会？来，伟那个伟进来嗯一下。我嗯吗？预备起。嗯。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我好像不行。陈翔，你来嗯一下。预备起。嗯。是闻到什么东西吗？这个算才华 ？No， 要别的才华。对，你要表演一下。今天这么多隔壁班女生来旁听，你要表演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表演一下， yes, 好。你表演什么？表演什么？听说他本来在日本是做模特儿吗？班长，快出来解救一下！你要对你的同学也了解，他可以表演什么？据说你以前是在当模特儿。模特儿？啊，对对啊，对。他想起来了，在日本的时候当过模特 ，Soga， 在日本的时候当过模特儿。对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这个舞台啊，我们这个算是全台湾现在最大的舞台，你可以走一下 catwalk 吗 ？catwalk 这里吗？哎，好好，这里好不好？走，好好，来，掌声欢迎丰田。哦哦。有样有模有样，真的，哎，好帅哦！耶，哎，还原路走回去，好，掌声鼓励，非常好，这个非常有明星的架势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他有谐星的特质，他有吗？有谐星的特质，可能在日本的综艺，哦，那最后的时候来一下这个，感觉应该穿风衣。是这样啊，非常可爱，欢迎你加入演艺圈。第二个人我们要叫谁出来认识一下的？据说也是还蛮厉害的哦，是不是义恩来着呢？哦，老师是我认识，这也是新同学是不是？是哦，你不能说是，你要说嗯嗯，很好很好，这个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来自哪里的？那个是日本的，你是？我是本土的，台湾的。哦，本土的，本土也很骄傲啊！你可以讲我是土城的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是士林人，士林的。好 detail。刚刚那个卖车子的啊，表现得很好。他那个一出来就是 super star 丰田啊！你呢？你要表演什么？你不要输人家哎！你这个士林，哎啊什么？是吧？哇，你会 B-box？ 我小学一点，小学一点，欸，太棒了！来，马上就来为我们表演走秀，好不好？就硬是不让他表演。来，我们听听看，新人要加入这么成功团体，一定要有三两三。来，请准备好。
这次麦以后谁敢用啊？哦、oh、my god， 很棒很棒，掌声鼓励一下哦，优秀，一恩一恩，记住了，一恩就是 B-box 高手，丰田呢就是走路高手，走路帅气模特儿。阿哥，新的同学吗？哪一位？以伦吗？好，请出列。哇哦，哎，每个都是好帅，好帅，好帅啊！对呀、啊，我们台湾团体就靠他们了，对不对？来跟大家问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以伦。你是哪里来的朋友啊？我其实是台湾人，我是从加拿大读书回来这里。你是加拿大？我不是。什么？我是台湾人去加拿大读书，移民去读书。那你在那里念了多久的书？八年。八年啊！哇哦！其实我们将来这个团哦，我觉得很有机会进军国际。嗯。日本市场要靠它。对啊。对不对？嗨，有的是。Christmas， 冬天上。哎嗨嗨哈。爱你。哎，爱你哦。嗯啊。我永远永远记住他了，对。你也要有一个特色才行。我也可以有一个特色。来，你可以表演什么？我可以 rap 一小段 ，rap 啊，太棒了！这个加拿大回来应该英文或是 rap 对特别好，而且我感觉他不想输，哎，我不想输，我不想输，不能输。在演艺圈虽然是兄弟啊、哦，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你听说你们感情不错，对不对？子豪，对啊对啊，我们感情蛮好，这也是他常常跟我讲的。我们感情不错，他前面都会加一个其实，其实我们要加一个其实，哎呦，有炸有炸，来表演一下。你们介不介意我 cue 我的同学一人出来帮我一下？他 B box 你 rap 吗？我可以啊，那看他愿不愿意了。对啊，那粉丝愿不愿意帮我一下呢？要怎么帮？很简单啊，你就给我一个。OK， 笑我吗？哦，没有。那粉丝就发，那他们要怎么办？哦哦，等啪啪啪啪，哦 ，OK， 其他几位也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大家一起，哇，这个表演是全场一起完成的，超酷的。好，我们开始喽。I don't wanna be the one to blame. You like fun and games, keep playing them. I'm just saying, get fast up, set right out of my hand now. I don't even know who I am now. What do I have to say, baby? What I have to do? What I have to break free? Yeah, now that happened to me, we'll see. But it's not gonna happen with me just yet. Whoa! 掌声鼓励。很棒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哈，谢谢你啊、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从加拿大回来就表示一定是有本事才会被纳入这个团体当中。好，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好，哇，认识了三个新朋友，非常的优秀。这个以伦、伊恩跟丰田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其他已经陪着我们一段时间的 Special 的成员。今天我们欢乐研究院要研究的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动作，叫做壁咚。今天我们欢乐研究院要研究的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动作，叫做壁咚。壁咚啊，壁咚。由于天气的变化，地球暖化的关系，所以一到这个季节，很多候鸟就会去壁咚啊。那在壁咚的过程当中，就会发生一些感情上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壁咚的动作来完成这个尴尬。我们马上上一面墙进行壁咚的这个动作。来啦，壁咚的研究时间到了，请问啊、各位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壁咚的经验吗？洪正，我不小心，哎，我可算是壁咚界的博士，真的呀、啊，这么厉害，所以是大概发生在什么状况的时候？大概发生在春天啊，发生在春天，简称。发天，发天，对对，了解了解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既然这么有信心的话，就请洪正出来壁个咚吧啊！来来来，你选一位，你想跟谁壁咚？既然你是高手啊，班长，我可以吗？没事，我就会被杀死哎。你洪正，你不要害班长今天走不出 TVBS， 你不要，你饶了他。子豪吗？还是伟静？伟静、子红、天，你自己选，你自己选。我喊名字，你们尖叫哦。好，子红，好，分贝很高。伟静，哦，更高。哦，那就伟静吧。来，伟静，请出列。而且伟静被选上的时候，还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，我像被壁咚了。好。你们自己假设一个情境，看看是什么，比如说刚吵完架啦，或者是说刚翻完脸，或者是说刚刚有一些不愉快，然后你就把它壁咚了。
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这样，我被壁咚好了。你要被壁咚？要不要壁咚？感觉我壁咚你很合理嘛？好啊好啊，好啊，欸，所以我要很强，就是你要很，我要娇羞一点，哦，他要娇羞，你要强势哈。好，哎，这个身高高的刚好人太高了，才适合壁咚啊。好，如果我要壁他的咚的话，小哥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你抖什么抖啊？但你那里还蛮灵活的，有练过，有练过。好，来，请准备了，好，预备，我们准备三二。Action！ 你都去 Special 签唱会都不理我啊？没有啦，因为 Special 的签唱会一定要去的啊。对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心里只有 Special 没有我？我心里也有你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我的心里只有 你，没有。不要唱太多，不要唱太多，会被罚钱。我的心里真的有你，你相信我？那你有 Special 吗？我有 Special。你要给我什么 Special？我给你最 special 的，不够 special 不原谅你啊！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尖叫是什么意思啦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耶！太高了吧！辛苦了。你还偷偷垫脚嘞？垫过去，然后发现不对啊！真的跟身高有关系。你早点说嘛，叫一个人趴在下面让你上去，不拿个椅子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来，再一次，就刚刚那个太弱了，你拿个椅子，对对对，直接上楼梯就对。预备，直接壁咚，三二一，壁咚。眼神，眼神的交流，情感的交流，心灵的交流。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怀，一种人性之间的关怀。要继续啊，要继续啊！你就是我生命天子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掌声给二位，鼓励鼓励。谢谢，谢谢。难怪Special这么红，对不对？演技、武艺、歌艺都一直在进步当中哈。我觉得你刚刚做错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你刚刚拿紫红为镜这样分贝哦，紫红很受伤。啊，所以换他出来，欢迎紫红。这个壁咚其实是一种很棒的情感的交换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还有一位陈翔，还有 Teddy， 请选择。那我就选陈翔吧。好，哇，爆炸性的尖叫声。好，陈翔。陈翔，这个今天大家都很认真上课，只有他把麦克风放在抽屉里面。你不帮忙搭个话会死是不是？你给我放在抽屉里。你看洪振都一直拿着，你看看 Teddy 也是。好，谁要被毙？要毙人还是毙被毙？你想被毙还是毙？就比人毙他吧。哦，毙你来毙他？我被毙吗？你被毙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想一下剧情啊，想一想，讨论一下剧情。哇，这个啊，都刚刚还是焦哥帮我们想个剧情。好，那可以，就是说你们比如说宿舍有门禁，结果呢，今天你竟然太晚回来，你就有点不高兴，因为你是专门负责锁门的，为了等他，你就不能睡觉，没送，最后你只要用壁咚 cover 这个故事，好不好？ OK？ 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很奇怪啊，我还有更奇怪，你想听吗？奇怪一点好了，就是两个男的哈。哎，对，哎喂，好了，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好，我们现在场景是 Special 的宿舍啊。我们非常可怜的陈翔等了好久，怎么就少一个人没回来？怎么有人锁门呢 ？Action！ 要很不爽哦。哎，靠，咔咔咔，弱掉。怎么这个打墙的动作有点娘啊？而且不好意思，你可以不用演默剧吗？你可以讲讲话。预备 ，Action！ 为什么每次最晚的都是紫红啊？因为他忙着卖姜蕙的票啊。小熊就已经够慢了，他还比更慢。骂他，骂他。安抚他。都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几点了？哎，你也没表。你还好吧？我也只是晚个30分钟啊。大家都睡了，剩我在等你。
真假的？对，我明天很早的通告，我要拍戏。所以大家都睡了，然后你在等我。对啊，大家都睡了，我在等你。我明天要拍戏哎，你知道拍戏吗？很早哎。他应该知道拍戏是什么。请演员不要一直重复一样的台词。每次都我等你。你等我。我等你。谢谢你每次都这样等我，可以不要生气了吗？我愿意每天都等你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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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壁咚成功！好，谢谢。哎，很成功哎，壁咚真的很有用哎，它马上就软化了。好，谢谢二位，太棒了。好，有一个人落单了，来 Teddy 请出列。Teddy 是我很欣赏的一位成员，1到417，请选一个号码，多少？随便随便，你的幸运或者是找一个吉利。好，168。168是哪一位？168啊，好数字啊。你想一下剧情啊，简单的就好了，简单的剧情。你就说 ，Teddy 跟我约10点，怎么还没到？这样就好了，一句话。预备 ，Action。哦、oh, ，Teddy 跟我约10点，怎么还没到？那个，对不起，我有点迟到，真的对不起。不理你了啦。不要这样嘛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两位是要站在那站多久？该避就避哈 ，Teddy 不要客气。不要生气啊！开不开心？很开心。你告诉我你最喜欢的团体是 Special。耶，好，成功！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谢谢 Teddy， 太大方了哈。哎，168，你这不只要避冬，春夏秋最好都躲一阵。你会被粉丝嫉妒死。今天很开心能够带着所有的观众朋友啊，当然现场粉丝对他们很了解，但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也跟我一样，我们重新再认识一次8人的 Special 唱片大麦，加油！谢谢，优秀优秀啊！那就下课啦，解散啊！怎么了？报告教授，哦，厕所在那边。是在上厕所之前，我们想要先表演一首歌，那是一定要的啊！我们新专辑的歌，哎，叫什么？叫 Love Killer， Love Killer， 欢迎 Special。像着火焰，我们对爱情一直坚定。Get up,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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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 up and go。你心中角落，我们在哪里？请你在意，只有爱我们才算活过。Get up,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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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t up and go。我们需要 baby, come on, make me hot。我们需要 baby, 给我 all your love。我们需要 baby, 爱我 don't you stop。我们活得精彩，热烈撕碎裂的非常快乐。我们活得精彩，热烈撕碎裂的非常快乐。眼里面看见爱意，我们心里面全都是你，一切都是缘，好好把握。Get up, get up, get up and go。 我们需要 baby, come on make me hot。
我们需要 baby 给我 all your love， 我们需要 baby 爱我多沮丧。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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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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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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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我们活得精彩，人世间也能非常 crazy. 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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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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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You're the love kill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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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. 我们活得精彩，人世间也能非常 crazy. Love killer, oh.我们活得精彩，人世间变得非常 crazy。Love kill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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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， love kill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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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， love kill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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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， love kill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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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ller。我们活得精彩，人世间变得非常 crazy。Love killer。